好，在大乘不共法里面呢，大乘通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啊。通说是 general 的意思，总说呢就是主要是总摄菩提道六度与四摄，渐入于诸地，圆满福功德。那么我们六度四摄里面就是呢，前五度全部完成。那么呢，今天进入的就是慧度的部分啊，来我们看一看呢。天龙，你那边呢？还有一个声音没有到，有个声音是从你那边跑出来，是不是？天龙，听得出来吗？有一个声音把它 mute 掉它，可能是麦，可能是喇叭。没有了，没有了，更加糟糕。好，来，同学们看一看啊，好，那我们今天会进入慧度的部分，那么在这个慧度里面呢，好。我们先大概有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理解先啊，因为这你们的科判会比较完整啊，不过无所谓，先看一看。从开始的时候先总序般若啊，同学看这是作者高明的地方，先总序有一个 general study，在总序里面是先赞叹功德，然后呢就是依次修正的哈啊，过后是。依次修法，然后呢，接着下来呢，从这一边就开始会标示中医，然后呢，有二谛关门，二谛关门有总序二谛，分别是谛，然后呢，顺圣意观啊，同学看这里的二谛呢，就是所谓的世俗谛跟世俗谛跟真谛跟假谛，其实就是主要根据是在于般若波罗蜜。那我们在第一堂课已经稍微留意到。在这一个课里面呢、蛮多内容用到的是跟大尺度论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的部分会蛮多内容跟大尺度论有关。所以呢，然后这边就是顺圣意观，它是切开，就是有圣意观，这个圣意就是 ultimate，就是究竟的意思。所以从这边就是圣意空观和观空正面啊，所以这边看得出就是它会如何进行圣意空观。和观空正面，那这边的方法哈，就是跟后面的法空观呢，有缘起性空跟四门不生，那这一边呢，有用到 logic 学在里边，这应该就是和中观有关系啊，尤其是密教他们的中观。然后呢，法空观之后就有我空观，然后二空互证啊，同学，这个二空观门是蛮重要的，它就是呢，佛教可以进入。我的智慧就是在于法空观跟我空观，可以进入涅槃的智慧而这一个呢，也法空观呢是大乘的一个特色。那我空观呢是声闻跟菩萨是共的然后呢，在这边呢还进入一个范围叫做现观善巧啊，同学善巧顾名思义是 skill 现观就是自己观察，所以同学这些全部都是。会的内容所以 by right 来讲，这一些全部跟三乘共法的会都会是一样，而它肯定这一些才是佛教的特色。那么之前的般若波罗蜜，之前的般若度，甚至是三乘的禅定，sorry 是禅定，甚至是禅定波罗蜜，到那边为止依然共外道，蛮多共同点的到了这边才有真正看到就是。佛教的特色才在这边看得到，不过呢，最后他就会结赞般若会进行赞叹般若好，过我们再看一下啊。好，关于这一边呢，就是我们会出现一些就是会同意说的部分。你看呢，到了这一边，它就会出现。善巧进行抉择，然后呢就会进到来最难的部分，性空为名，虚妄为实和正常为心主要呢就是作者阅读大正藏之后发现，哎，原来大乘的慧观里面是有三种思想在背后的，而这个思想是重要，是因为他们通过思想来架构众生轮回，同时。成立了众生如何轮回，也成立了众生如何解脱。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是重要的啊？但是呢，这个部分呢，他们本身有他们的思考模式，也有他们附带的参观方式，如何让一个众生可以从烦恼得到解脱？但是因为三个讲法不同，所以呢，解脱的方法也不同啊，就是成佛的方法也不同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逃不掉，因为是北传子弟的关系。这个全部呢，就是在于这一个智慧波罗蜜的部分。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教学范围呢，应该都会是在这边。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哈。我们会总续般若，总续完了之后呢，今天应该是可以，大概是进到二谛关门的部分呢。今天将会是今天的教学范围来的。那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呢，是学到什么东西呢？那上一堂课主要呢，就是去到九住行的部分。好，九住行呢，上一堂课师傅有稍微提到，它主要呢都是以就是啊，主要呢是以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那边哈。来架构他的学说，来我们看一看。好啊，在上堂课里面呢，就是提到九住行。好，在九住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问题顺带解决，才进入今天的范围哦。好，来九住行，第一个是内住，心是向外散的，这时候让心住于内心所缘，不让它往外跑。内住之后，接下来就是续住，续住的时候呢，就是休息久了哦，动心多少息下来了的了，它不再流散哦。所以我们同学蛮多禅修，开始的时候你应该很容易进入续住。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安住，安住的时候呢，妄念一起就即刻绝了。同学，这时候呢，清安跟喜悦已经开始出现了的了。你到了安住的时候，好，那基本上安住啊，如果你平时在禅期已经有安住熟练了之后呢，你可以一修马上就进入安住的阶段，你马上就可以享受得到平静跟喜悦。那比安住高一层的是静住，静住是指。起妄念，不向外散失，就是妄念没起，早早就把它降服了的。是调顺，调顺指的是实相可以得到调顺，然后呢，这些实相通通不会受到诱惑，这可能已经是牵涉到有在日常生活里面已经诱惑不到它。第六呢是寂静，寂静是指内心可寂静了的了，但需要留意就是这不是涅槃来的。到最后呢，就是最极极静。那么最极极静的时候呢，这一边呢已经是进到更强、更深一层的定力了的了。第八就是专注已欲区，这时候呢就是任运自然而然的相续而住，那就是无作而作，就是什么都不用做。这段的阶段就让它顺其自然跑下去啊，这样子。那同学记得，九住行是还没证入初禅的啊，是在初禅之前。但是听到这样，已经让我们非常的向往了的了。所以同学一般上啊，像你们还在工作啊，还是有家庭的，所以大体上呢，可以到三住跟四住这样已经是相当不错了的了。那第五呢，调顺进到来之后呢，因为不受诱惑的关系，我们也是有点担心，就是除了坏的不受诱惑，怕你对于你的事业啊，或者工作啊，兴趣也会兴致发发，那可能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啊，所以呢，这同学你要留意，你大概是到哪里应该就是要有适而可止给他去到太深刻好，接着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在这边有提到，就是说明显无分别，即妙清安乐，是道内外共，由观成差别，主要讲的就是因为观的缘故而造成差别。那么呢，我们在上一堂课有提到无分别智啊，然后
接着下来啊，在上堂课里面呢，在结束之前我们有同学问起，就是所谓的六行观是什么这边他讲了得此未道地定后就是修心上念下的六行观同学，这个心上念下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来的，为什么这样呢？在修学禅定并不是一天到晚都讲无常苦我，都不是看缺失，反而就是呢。我们念下面，羡慕更上面的基本上就是未到地定呢，它都是比较靠近欲界的，所以是有缺失。但是呢，进入初禅的时候，它是完全离得完欲界的，所以呢，我们就念下而行上。但是在初禅的时候呢，站在北传的角度它还有还是有声音在初禅。还是有声音在，所以变道你必须离开它，才可以迈入第二禅。然后呢，喜跟乐，乐比喜更殊胜，然后一境性比之前更殊胜都是以念下行上来推我们往上修。过后什么是六行观来，我们就是在这一边稍微再进行一点补充。来，我们看看六行观是什么这里是维基没有先讲解他说六行观是出自于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等书。四禅波罗蜜作者是智子大师，同学可以写一写四禅波罗蜜呢，智子大师本人呢，对于在北传里面算是在禅定学蛮不错的。写得蛮好的蛮有一些著作跟代表性的论述来的，所以呢，有时候也可以，如果需要到我们也会去参考。那二谛的静坐入门呢，作者就是智子大师，主要用他的架构不过我们再有篇幅增加其他的内涵，东西可以写一写就是这个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看不到，不是很清楚，是好，我再放大一点。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它的内容这个部分六行观有哪一些观呢？来，我们简单理解就好。同学看一看他第一他说，厌除观是为欲界的五尘能起中恶等等。过呢，厌苦观那就是呢，思维心中所起心属，缘与贪欲不能够处理。过呢，厌障观就是呢，思维烦恼障复真心，是为因障就是观想这个障碍过呢，心甚观，看到吗？他说，厌恶欲界下劣贪欲之苦，过呢，向往禅定的圣境之乐这个就是禅定上圣观。过呢，就是心妙观，就是呢，厌恶欲界五尘之初。然后呢，就是喜欢初禅禅定之乐这样子过呢，心处观呢，就是呢，厌欲界的烦恼障碍，喜欢初禅心就得到处理这样这个就是心处观，所以这个六行观是这六项来的。给我们看一下他讲这里提到就是是在次第法门里面提到的话说，若离六行观者。这多生忧悔，忧悔心生，然后呢，就会这永不发二禅，乃至转即乃是，
有关词典形成一个自我警惕，所以六型管理没有的话呢，你就很容易会掉下来，这样子哈。不过他在《大比波三六十四卷》里面有提到哈，也是相关类似的内容来的。好，同学，这个六型观，让同学请抄一抄，这六型观这六个名相，就写下他名相就行了的嘛。从这边就大概可以联想得到，它是和什么有关系的。OK，啊，最后一个是星处观哈，超了啊，同学，最后个星处观。好，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范围的部分啊。好，在还没有进入般若波罗蜜我们那个讲义啊，有时有一些圆点的东西哈，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东西会漏掉，看一下啊，住行，好，我们看看哈，啊，九柱现在全部都已经有了的，然后呢，子辰就这边也是有了，没了，同学们，直接就进入就是般若波罗蜜的部分啊，来，我们看一看啊。好，就般若波罗蜜，就请翻开你们的书本或者是讲义。好，来，有请中杰读一读。好，般若波罗蜜，中杰方便读吗？Baby 这有在吗？Baby 可以啊，好，来，请。般若波罗蜜，最尊最第一，解脱之所依，诸佛所从处。以下说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在一切无漏功德中，要算是最尊贵、最第一了。经中以无边赞叹来赞叹它，到底什么意义，值得这样的尊敬呢？佛法的无边功德，各有特胜，都可以有值得被尊重的价值，但般若却有一特殊的意义，值得尊重，就是佛法的根本。般若是凡夫以圣者，是法以出是法的差别所在，所以一切无漏功德，一切三圣圣者，都依般若而有，如经中说：“欲学声闻利，亦当应闻般若波罗蜜；欲学必知佛谛，亦当应闻般若波罗蜜；欲学菩萨谛，亦当应闻般若波罗蜜。”总之，没有般若就没有出世圣者。没有无漏功德，所以佛法超胜于世间法的特质，也就为是般若了。
般若是出世圣法的根本益处，所以是三乘解脱的所依处。三乘圣者都是依般若而解脱生死的。一切诸佛从所从而出生的，也是般若。所以《般若经》称般若为佛母，如经中说：“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自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这样，般若为二乘圣者的生母，又是佛菩萨的生母。那般若到底是小乘法、大乘法呢？约般若的广义说，也就是。专约能生圣法说，般若是三乘共法的法门。依般若证入空性来说，声闻如毛孔，如毛孔空，菩萨太虚空，并非直的不同。三受度合，唯相向才能彻底，唯佛以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深浅不浅深不同，而同样的契入法性流中，约这个意思说，三乘的观慧可以有方便浅深不同，而根本特质是不许差别的。然约般若的深意说，如以国王而和生王子。母以子贵，也就以生育常人不同。依此，般若是以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的般若，是五度所庄严的般若，是能摄导一切功德而气象佛道的般若。这样，般若但属菩萨，能生诸佛。般若现正法性空，不但不会如二乘那样的去入空寂，反而是方便善巧，成为一切功德的摄导者，成为一切波罗蜜多的种相。无论约哪一方面说，般若决定是出世圣法的特质，非布施、禅定等所及，而为了生死已成佛的必修法门。好，感谢。
好了，同学看一下，在这边呢，在开头的前言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他提到就是一切无漏功德，三一切三乘圣者都依般若而有。这个般若呢，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Prajna Paramita 哈。谢谢，这一个 Cindy 有拿到这份讲义啊，最新。最新的讲义，师傅有 post 上去哈，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列印到？好，来，我们先看这边哈。这边提到他讲了哈，欲学声闻的，欲学辟支佛的，欲学菩萨的，全部都是需要般若波罗蜜，在前缘里面看得到它的重要性。但是呢，他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哈，三者有没有差别？那就是去到就是三受渡河的这个譬喻了。那同学就是呢，在我们呢有应该不是这一堂课吧？有所谓的河啊，如果说这条是河的话，对不对？那在经典里面呢，就是说渡这条河的话呢是。三种动物都可以渡，这条是太小了，这个河哈，找个大一点的河。OK，好，三种动物可以渡河，兔子也可以渡河，然后呢，马也可以渡河，然后呢，大象也可以过河，三种动物都过河，但是却有不一样，那就是大象的脚是可以踩到河床，那么兔子的脚是完全不踩河床。然后呢，马呢是偶尔踩河床，偶尔不踩河床。那么河床是指涅槃的体验，所以经典里面是这样子来形容的。他说就是讲啊，如果是说踩的河床很深的呢，那就是唯有佛菩萨尤其是那唯有是佛那声闻弟子呢，就像是兔子过河，他游过了，他已经到彼岸，但是对涅槃法性的体验的深入就比较粗浅。他没有碰到河床的，那么辟支佛是一般一般在大智度论就用这个譬喻来让我们去理解哦，所谓的三受渡河来鉴别三者对涅槃的体悟这样子好，我们有了这一边的这个前缘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需要更进一步去理解到底是如何的他这边有讲能生诸佛的话呢？其实也要靠般若才可以生诸佛，OK 然后呢，他说这个现正法性空，他说反正是方便善巧，成为一切功德的摄导者。他讲这个般若，他其实师父有讲过，其实他跟声闻有蛮多靠近的地方。般若他却不出现去入空寂，他反正本身是一个善巧方便。会把其他的五度全部摄过来，而圆满成佛，这就是它的般若波罗蜜的特色。而其实般若波罗蜜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的话呢，其他的那个五度是好像瞎子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进入去理解它的内涵，大体上内涵会跟三乘功法有蛮多类似。同学，请你们进行连贯一面读的时候。好，有请细真读一读。见正由修德，修德由思闻，善有即多闻，思为会所依。般若有胜亦般若，数亦般若，真实的般若是由修习所得的见正般若，清切体证的般若，如说般若顶和契合如而如如不动的意思，实相甚深极重。智慧轻薄，是故不能称。要知道，般若本是世间固有的名词，是以简系为性的理智。但现正实相的般若，为世间所从来没有的，当然也就是世间固有名词所可以称呼的。这要叫做什么好呢？我善巧，使众生依固有的智的慧性，使他向高深处进展，
进展到超越世间理智的现实实相，这是依简系慧性所引发来的，所以虽不是世间固有的慧，叫做般若了，其实修持而得的真般若，跟理智所可比的佛法的现证，不是破空而来的，有方便有因缘，那就是离不了了闻思修三会现证会我成会进修而得的修所成会，是以定相应的又要由我会对真实的思维抉择才可以作为观察的所言，思会又要从闻得来，闻是从佛闻，若从弟子闻，若从经中闻，闻思修三会的详细细述，就是十法一书写，二供养，三思他，四若他诵读听，五自毗读，六受持，七正为他开眼闻意，八讽思维修习佛法都要依佛菩提，也就是三会的修习过程，特别是般若非从闻思修入手不可。来，这就是平常所说的三种般若，现证会是实相般若，是圣意般若，修思是观照般若，思闻会是文字般若，思会是依闻，也可不依闻，闻思修是四数般般若，因可谓圣意般若的因缘。经中说过，这就般若了，修学般若，所以般若论经，所以般若经论为闻思对象，也是必要的资粮了。修学般若的初方便闻思，所以亲近善友及多闻修也是必要。修学会所依此的，这有两点应注意：一、多闻并非广释名相而一闻无常无我，若人不解深不思而得解了之，大乘法中多闻是闻空性，不生不灵严经等说，所以能实意的才是多闻。二，在十法行中，闻是听闻读诵解说等，所以以闻会为以般若无用，是不合佛法的，是会漂流于三藏教典遗忘，但是这虽是必要的，但还是初步的，还要依而向思修前进。好，感谢。来，同学们消化这一段。
同学这一段哈，其实啊，我们画完了之后，对不对？师父觉得还一定要再补充多一个句子，一个范围哈，才不会说对慧学好像抓不到这样。你们觉得应该补充那一个？这个师父是在三乘功法不断强调再强调的。同学你们看一看，你们就是读完了啊这一大段哦。因为大家都已经熟了就是至少三乘功法已经有经验对到了慧学，你们觉得是这样子就已经很够清楚，还是说你们也发现有一个部分是需要补充，让它更完全的可以展现出来关于这个般若波罗蜜？有谁有想到什么吗？欢迎提出，不然的话，请你去翻一翻看三乘功法，哎，到底它是漏掉什么范围？师父觉得是只是这样的话啊。我们以前在北传学常常在会的部分是抓不到头脑，就是少了一些东西。缘起是二因缘吗？啊，除了这个以外，之前还有什么？四谛。啊，还有在之前一点。啊，中间其实已经把答案讲了一半，运处界根蒂缘起啊，同学，这个部分呢，如果没有提到啊。他会感觉很空洞很疏散的哈、啊、同学请记得请大家补一补在这个范围那边、啊、就是在这边啊哈、啊、就是写一写啊，这里所谓的文会啊，文会必须要有个范围哈、啊、他这边这些啊是属于 skills 他的方式来的，他设法行的内容啊一定不能够离开就是运处界跟地缘起这几项不能够离开。它的范围要有这个范围了，是的，文会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范围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大乘、啊、常常都会把这些当作是小乘、啊、没有特别强调，所以到最后我们对于会、啊、都是停留在文思修正，但是不知道应该文些什么东西。然后大乘经有很多是就是说、这些书写啊、供养啊、读诵啊，那到底是什么来的、我们唯有当全部的经典都是那个范围了。来，同学我们看一看、啊、好，在这边有提到呢，就是首先第一个跟慧有关系的用词就是简则为心，有谁记得简则为心是那一部经论特别对慧的定义吗？记不记得？啊，清净道论没有清净度论，连清净道论都讲错了，是讲一边讲去清净度论不对。再猜，简则为心，同学，猜中没讲，试试看。因为呢，你对经论可以连贯呢、是重要的。对于一个、我们学佛学的人呢、有猜到吗？非常有特色的大乘北传的一个经论，跟玄奘大师有关的。跟玄奘大师有关的。唯识吗？不是，还差一点点，在啊，和它跟 yoga 两个字有关。瑜伽师地论，没错了，我们有两个同学马上意识到，所以呢，简则为心这样子的定义、就是瑜伽师地论特别专用的词来的、它会比较难理解的，其实这样、好，然后过后呢，同学再看一下，就是以简则为心作为技巧，过后呢 高度的发展之后，到最后就是现证实相，同学实相就是涅槃的别名来的，好，实相是涅槃的别名。但是在大乘、往往都用实相这个字比较多、
好，过我们再看一下哈。好，一谈慧的话，离不开闻思修真，所以首先修所成慧是与定相应的观慧，看到吗？啊，修所成慧与定相应，所以闻所成慧呢，闻什么范围？闻蕴处界跟地缘起，过后再跟禅定结合，就变成修所成慧这样子哈。那思所成慧呢，是对法义做深刻的思维抉择。通常读了，你觉得好像是思考，其实不是。同学，你看，才作为观察的所缘，看到吗？啊，后面这个没有画到啊，才作为观察的所缘。所以其实啊，这个思维已经不是思考来的，它就是你本身。法义读过有深刻理解之后，那么你的那个闻所成慧，因为经过深刻的思考过，你才可以把这个蕴处界跟地缘起，再把它从知识转成经验。那就是你必须要熟练，因为好像阿毗达摩没有深刻思维的话，你应该是蒙查查的，你没有办法哦跟禅定结合进行观察。所以呢，阿毗达摩心心所设法，所有的自心你必须把它背下来，因为你不背下来的话，过后啊哦，你观察的时候你不可能一面看书一面观察的，所以一定要把它背熟，就是这样，可以了解吗？啊，所以它是非常的。明确哈，所以同学，你学过社论的话哈，你就可以从那拉过这个范围来，而这个呢就是很重要哦。同学，虽然现在啊，可能呢，大家离初禅还蛮遥远，但是请记得，我们学佛先眼高手低开始先，就是你懂深、懂得精准、懂得明白它先，好，然后呢，下手是低的，没有所谓啊，因为你不能够眼高手低，很多人可能修什么都是不清不楚的。连讲一套出来都讲不到半套出来这位同学留意就是好，你这边呢，同学在这边呢，都是主要你把道次第学好，至少有一套东西你可以讲得出来，否则外面呢连半套都讲不到，那时就更困难了。那过后呢，同学再慢慢的以你了解的经论，你就可以判断以后要选哪一个传承，然后呢有个至少有个判断的基准就在这一边。所以我们看一看他说啊，好。什么意思是嘛？哈，OK，我们同学问起就是啊，我们讲会有闻思修慧，什么是闻慧呢？闻慧就是闻慧有个范围，我们从佛弟子那边闻蕴处界跟地缘起，那么我们闻了之后是这个是需要做深刻的思维抉择，叫做思慧啊。那么蕴处界跟地缘起最具体的就是你们所学的阿毗达嘛，心心所摄和涅槃。那心心所跟色，你深刻思维之后呢，你把这个知识和禅定结合，就变成心所成慧了。当你把涅槃体悟出来，就是正所成慧，那个就是实相般若。你了解吗？啊，那闻慧呢是什么呢？从佛闻、佛弟子耳闻或经中闻啊，同学他也是这边啊，他一不谈这个范围啊，其实三圣功法。蛮有强调范围，他不谈范围啊，我们就开始想，诶，是不是《地藏经》啊？然后呢，是不是瑜伽师地论？是不是全部都是啊？然后你会想很多，然后范围在哪里哦？又就他会 lost 掉的啊。所以同学没有学好三乘功法，一跳大乘不功法，问题就会在这里了啊。你们看我们的谈思法是，诶，又谈到这种书写啊、供养啊、讽诵，原因是在大乘经里面呢、啊。为了方便流布啊，哈，都很强调这些，因为这些呢能够让经典流传更广，所以呢会很强调这一个啊，这也是会让到我们跑掉啊，只是读大乘经，然后忽略掉部派的论。好，各位同学看一看啊，这一个又回到去一个我们常出现的般若，就是文字般若，然后呢观照般若，还有就是实相般若啊，所以文字般若呢就是文慧来的。观照般若呢，是修跟思慧来的，修跟思慧啊，是观照般若啊，修跟思慧是观照般若，然后呢，实相般若呢就是现证慧啊，所以呢，慧可以用闻思修的角度，也可以用闻智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所以同学，我们现在还蛮多都是在闻智般若的阶段。但是呢，为什么会要这样提？因为很多时候啊，因为派系的关系，会把文字般若否定掉。那么呢，在我们北传里面呢，哈，
比较轻视文字啊和次第的人哈，就是比较不重视的哈，就比方说啊，像净土啊，或者是禅宗，中国的禅宗啊，那么如果是说在泰国、缅甸偏重僧侣派的，一般上不重视文字般若，他们会有否定的倾向，那他们会认为自己修就好，一切都不用啊，那是不是觉得哈，应该是看根性的，某一些人呐哈，对文字会。文字对某些人是一个枷锁来的，不是每个人适合读书啊。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没有文字波尔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同学，有谁有想到没有文字波尔的话，那么这些森林派呀、或者是禅之类啊，那怎么办？因为他没有文字都引导了，那就靠什么呢？有人讲听，还有没有？有别的看法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些？他们如果完全把文字丢掉的人是如何去修？怎么来改他们？OK，可能我们同学做工全部都头脑蛮累的哈。OK，也另一回答是信哈，他其实是老实，所以你们留意中禅的或者是中就是森林派的老实很重要。因为他已经把文字统统丢掉，他已经不依赖，他认为文字是个障碍来的，而且认为文字是所知障碍的，所以呢，这种完全靠老师，所以呢，他需要老师的引导，他不能够离开他的老师，好，所以就这个缘故呢，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同学要留意，就是呢，我们本身就是如果是遇到这种派系之争，对不对？我们往往的时候啊，我们伙计会自己鬼打鬼的，就是这类型的人呢，会通常会批评，就是我们有重视文字波尔的为所知障，所知障。但是其实所知障真正的定义是该懂的你不懂才是所知障，这样子哈。那么呢，就那对于我们就是重视文字来开脱的呢，我们会认为他们是盲修瞎练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啊是没完没了的纠纷。所以班上同学你一。要如果避免卷入这一种，那直接说我们根基不一样。OK，对于我们这些法行人，我们要文字的引导。那我相信你们的话呢，没有文字的话呢，是你们是属于信行人，然后呢是属于欲速行的人，那么也会需要老师引导啊，这样就好了，不要再找了，否则没完没了，常常会很多弟子会卷入这种纠纷，批评来批评去。其实是跟根器有关，回到去是跟根器有关，造成有这样子的差异的啊。好，所以呢，这样提到这种文字的时候啊，对不对？但是呢，站在我们的立场哦，我们也会觉得有一些人过分强调文字，那尤其是学术研究的部分啊，我们会觉得哇，你们所知障很厉害，整天都在写论文，然后呢还没有开始修啊，这也会出现一个这样落差，就是呢，原始。什么原始森林派的人看我们呢、啊，有点像我们去看大学的博士研究这样，因为他已经写了好几万个字，可是还没有开始修，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啊。好，所以呢，就这个缘故呢，那么学术研究基本上不算是文会的范围来的啊。但是学术研究师傅看到它的价值，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文会的时候啊，我们文会主要是，比方说你读阿毗达嘛，我们有一些东西不好解的。那么学术研究呢，可以通过文字，可以通过语言去把它解通，啊，那比方说我们修安波念啊技巧，放在嘴唇上方、鼻子下方啊，留意呼吸。但是可能在里面呢，哈，就是说我们就是什么哈，有出现"该"呀这个字啊，就是呼吸的身体这样，哎，这个你就不懂了。那么学术研究呢，有时候光从这个字里面，它就可以写一篇论文。过他可以给你一个结论啊，这样子的话，他结论要明确的。那他有个明确的结论的话呢，他还是对于我们想要修的人哦，会有帮助的。不过，但是蛮多学术研究未必会扣准这课题了啊。很多学术研究可能呢会就是说，OK，安波念，那么呢就是阿含经的安波念是如何讲，然后呢到了部派呀、就是阿含经又如何讲。然后大乘瑜伽师就认安波念又如何讲，到最后密教的安波念如何演变，它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课题。所以贫道啊，它不完全会跟修行有非常抓得很牢靠的
的一个关系但是就是他也会通过问题的发现跟比对所以呢，他可以产生很多知识和产生很多创建。那这个创建未必全部用得上那对于我们像我们弘法的人呢，有时候这种通过比对产生的知识，我们才有话好讲，不然我讲课讲什么东西对不对？没东西好讲所以有时师父会去看学术论文，就是拿它来去作为就是课堂里面的延伸讲。那如果不然的话，你们来到一天到晚都是运处界跟地缘起，然后一天到晚来到都是心心所念盘，我就是那个范围，我看你们过后你们也散也走掉了。所以就是一定要看得到每个状况的价值范围是在哪里讲的。但无论如何就是如果是说他没有确定个范围的话在做研究他会跑掉的，会容易钻牛角尖的学术研究因为他都是会离开掉实修的部分，也会离开到太久了的时候。好，那这个就是和这个有关系。过呢和这个还有关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和所知障有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读经教的人都讲，会被人讲哎呀你们是所知障太厉害了，就叫所知障。所以呢我听说所知障定义，我顺带今天就确认一下真正所知障的定义是什么。多数人讲你读很多经论你所知障很厉害，我们看一下所知障是这边 Nyayavarana 又意为智障跟理障二障之一。所知障是大乘别教所断的惑，又可称为无耻无明所以不是了。但是常常北传都会把所知障就当作是你读很多佛学你所知障很厉害，你的文字在障碍着你，他常常会这样子讲。所同学抄下来你在文字波尔里面抄下所知障，所知障的定义其实是无耻无明。为什么我们会说还是很重视文字般若，站在师父这一边呢？原因就是因为一旦一跑那种就是 以主食为主，以你的希念为主的话那么呢很多时候容易出现以讹传讹的，它会很多以讹传讹，然后它定义会很松散的。像这种团体定义很松散我们很多那种不要执着然后呢不要就是不要一下我也讲不出来通常这些定义松散的佛法它会流传，然后过后呢大家如果是祖师在的话呢，到最后 refer 回那个老师，那老师不在的话他的弟子就可以在那边开始分裂了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所知障他反而没有就是看下写的该懂的不懂他所知障渠道的定义蛮深的再 check 到一下这个笔记百度同学看了一下真的障复其真如根本之是所知障，所以渠道蛮深的不是说你读太多书了，你的文字太过多了就变成所知障这个定义可能是后来他不知道怎么样演变出来，那这边有你看到没有呢？不是，这个就有了，这是他后来的人定义吧？你看佛家讲修行有所知障但也不会不知不觉被自己的知识经验所障，看到没有所以这种就是蛮普遍流行的，所以因为他担心自己的经验知识障碍，所以他什么都不读。那你什么都不读的话，你的地图在哪里？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教界里面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同学你把它搞懂它，那么知道佛教的派系是怎样的做法，对于文字的看观感，那你再以你的个性来做判断就没有大问题了。 OK 好，接着下来同学我们再往下看。这就是文字般若。好，然后呢在这边呢有提到就是看一下
舍法行呢、啊，这个就是在大正经常提到哦，去书写供养哦，教别人读诵，然后呢去讲解这些啊，这些呢就是所谓的舍法行，可以让佛教的文字哈、哦、更广泛流传的方法。小同学，这个呢 practically 是也是值得我们多做的了。像师父平时经常开课，就是为他开眼文艺了，然后呢也算是有在受诵持了。师父，讽诵是什么意思？啊，就读诵的意思了。嗯，讽诵就是读诵罢了的，把它读出来这样子了，这样子就是我们所谓的诵经啊。哈 ，OK， 就是讽诵来的。好，同学再看一看呢、啊。哈，过后有两点。首先，第一，多闻啊，不是广释名相而已的啊，他不是说哇读多多的名相，他的多闻一个就是定义是什么呢？那就是闻空性不生不灭。这个就是所谓的多闻的、啊、看到吗？就是闻生灭法和不生不灭法，这些都是属于闻慧的部分来的。所以一般上多闻呢也是有个范围了。所以呢同学基本上啊，如果像你们轻轻道论或者是论的把它读熟，它的范围已经够了的。但是如果你觉得哦如果是做如果是讲啊哈，你读完了《清净道论》，读完了《摄论》，但是你有没有时间可以再进一步去修？请问你要如何进一步去发展你自己？因为我们这边开始有同学，哎，开始《摄论》已经懂了嘛，对。但是如果叫你三个月、一年跑去修，哎，你又做不到啊，这样哦。那请问你应该接下来如何发展你自己啊？该懂你都懂了啦。对哈、哦，因为都还没有把它读完嘛哈啊，所以可能没有想过啊。同学一般上来讲哈、哦，不能够向上发展，你就打横发展了，打横发展。所以有时我们开课哈、哦，又会去把有部的禅观次第拉进来讲啊，这种是打横发展来的。那我们呢，依然不离开禅观的内容，因为禅观是比较有道性啊，一定要把它拉进来，然后过呢，从里面看它两者的。相对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这样它是有创造学问的。但是呢就是哎，又都不断的复习，因为呢它的 不同的地方啊、哦、一定就是因为它的地点的关系还有师承不一样而造成。那我们会去看这些东西，这样所以呢一般上不能够向上发展就打横发展了、哦、所以同学你们这边的情况多数人都是打横发展多，向上发向都是打横发展居多哈。不过就是呢，要弄熟啊，这个文会的范围应该都有排啊。像我们清净道论，上那么久才上到哈、啊，就是缘起的部分啊。所以呢，上完又不代表完全懂到完的啊。所以呢，是需要些时间。那同学就这样子，你有个范围哈、哎，就不同了的了。你学东西就不会太过散乱，什么都去上，什么都去听了的了。好，同学看一下，所以他这边提到他讲啊，如以闻慧啊，对于修习般若无用，不合佛法，这边就必须要提到啊，这个就是回应啊、哦、那些否定文字的人。好，接下来配文还看得到吗？要不要读配文啊？哦，哦，可以。般若本无二，随机行有别，般若诸经论于此最亲切。我所开示的般若学是依缘起法而显圣意法性的法门，这样的文思又这样的修观已到达现证。从般若的内容体证的内容来说，本来是无二的，无二无别的，一切菩萨所分证的，十方诸佛所缘证的，平等平等，所以说与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气。那么在教义的开示与观慧的修习方面也是本无二致的，但是不然，因为众生的根性好乐是
不相同的，如来随机说法，不能没有适应的方便，说明就有些不一致。就是如来所开示的同一教典，由于学者的思想方式不完全相同，理解法义而作为观会的所缘，也就不能全同。就是修行的次第先后也会有多少差别，这样的师资受成为学派，彼此的不同越发显露出来。总之，根性不同，所以佛法有随机异说、同文异解、经同论异等现象。现在要开示般若蜜多，依据什么呢？中国的祖师们也有独到的行解，但总不及印度菩萨的教授。因为对于佛法，印度学者到底减少一层文字上的距离。印度的大乘学也有好多学派，龙树、提婆菩萨所传的中观宗，无着、世亲菩萨所传的瑜伽宗，可说是二大派。这其中，龙树菩萨赞扬一切法性空的观会比较直接、简要些，因为这是执依般若经系而作论的。如龙树的大智度论，就是般若经的广释；龙树的中论，七十空性论、六十如理论、十二门论、回真论、宝曼论等，以及提婆的白论，公认为一般若经而作论，以发挥一切法空的法门。所以般若系的诸经及龙树学系中依般若的诸论，于此般若学的解行来说，可说是最亲切不过的。现在就依此来叙述道末了，再复说大乘三系的特点与怎样的融贯。好，感谢。来，同学，我们消化这一段。
同学们看一看哈。这一篇呢，还是会有提到说，我所开示的是以缘起法而显示圣意法性的法门，哦，还是有提到哦。不过他的字是，又特别强调到了哈。不过还是有提到哦。他说体证的内容呢，本来是无二无别，体证到的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在这边他有提到，他说哈，虽然是众生因为性根不同，所以呢，到最后呢，会出现这个现象，就是随机异说、同文异解、经同论异等现象。那就说明明是同样的谈慧学，但是根性不一样，讲法不同，然后呢，大家的根基不一样，理解到的也不同啊，这个就是造成为什么那么多的差别。这个有关啊，所以这边讲有提到思维方法不同，然后呢理解法义也不同，然后过呢修行的次第先后又有差别，然后老师只受传授不同，就造成种种不一样的现象出现啊。可能呢我们也是对于慧学哦莫从一是啊，这个是要说明什么呢？同学，这一大段要讲明的就是后面的这边部分，同学看到吗？啊，再复说大乘三昧的特点如何融会贯通。这就是大乘三昧出现原因，就是因为刚刚的缘故而造成的。就是宗派不一样，对慧学的阐释，然后根性不同而造成大乘三昧。一样是谈慧，可是却出现三种不一样的讲法，三种却可以说完全不大一样的啊。那这边有提到哦，《大智度论》就是《般若经》的广释，然后他有引出这一些了啊，《中论》、《其实空性论》。等等等等之类的，这样子好，然后呢，接着下来我们再去下一段哈。好，那这一段就请思敏读一读哈，诸佛一。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熟得真谛，依真得解脱。诸佛的教化是依二谛而为众生说法的。二谛是世俗谛、圣义谛，也简称俗谛、真谛。这二谛法门为般若正观的要门。佛为什么说二谛？众生自身身心与众生相对的世间万有都叫做法。在众生的心境上，物质是真实的物质，精神是真实的精神。每一法，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能从中发见自欲悟自修自身心齐家治国的法则，这事看来确实如此的。一致公认这一常识的世界就叫做欲谛的，欲谛中也有深隐的、浅显的，如木石等物质是人人可见的。原子、电子是经科学仪器才能发现的，如现身是人人知道的，前生和来生要有天眼才能明见的。虽有浅深不等，但都是庸常心事的知识。如佛说三界六道五蕴六处烦恼业苦等，也都是世俗谛的说明。众生一向在世俗心境中，现现实实，无可怀疑，也无可逃避。但这现实的公认的就是究竟的真相吗？不是的，在知识的进展中，发现了过去千真万确万实的，并不就是如此。如不可细不可入的原子，现在知道是电子集成的现象了。如青黄等颜色，现在知道是光波的不同了。在佛的正觉中，知道众生所经验的世间的真实是浮虚不实的，所以叫世俗，是由种种因缘而现为如此，并非意义法是真实有的。这可见人人以为确实如此的认识，并不能体见世间的真相，反而显出了人人有愚蒙的
障碍，非破除这迷谬的错误，透出常识的见地，不能明见世间的真相。这一理解是佛法所共同的，所以佛法的修学就是要从现实间熟地的正观中发现其错误，不时的去妄显真，深入到世间真相的体现。这究竟真相名为圣义地，因为是特殊体验的境地，而是圣者所公认的般若。般若的修习就是达成依熟地而见真谛，由虚妄而见真实，从凡入圣的法门。说真实，切勿幻想为离现实世间的另一东西。佛说二谛，指出了世俗共知的现实以外，还有圣者共证的真相，但这是一切法的本相，并非离现实世间而存在，所以非依熟地是不能得真谛的。这就是迹象显性。为什么要这样的修学？因为众生人类不能通达世间的真相，就不能与真理相应，因此起心动念、见与行动、语言都不能契合真理。众生界、人类如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一切的纷乱苦难，都只是不与真实相应的薄离现象。个人的所以从前生到今生，今生去后世，流转生死而苦苦永续，也就是不与真理相应，无明妄执、错乱颠倒的成果。所以佛说二谛，教人修学依熟而得真谛的般若，得般若就能依真谛的体见，不破无明妄执与圣谛相应，也就能得解脱，更进而成佛了。好，感谢。
好，同学看一下啊，现在呢就开始用世俗谛跟圣谛谛来解释这种种的一切了啊。好，同学首先先定义什么是世俗谛。那从这边来讲啊，哈，它有几个重要关键词，那就是呢，他发现在这尝试的世间叫世俗谛，这所谓的尝试的世间就是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那这个关系里面，在那里看得到啊，在齐家治国的法则。在修治身心等等之类，啊，包括我们的物理界、生理界、心理界，全部都有因果关系，全部都叫做熟地。为什么呢？全部都是因缘和合，而且都不是真理来的。然后呢，在这些全部里面呢，我们发现就是，当你跟进一步的分解的时候，会发现到哦，原来还有电子的世界，还有呢，原子的世界，然后呢，光芒啊。把它看穿，它原来是由光谱造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都是活在一个世俗谛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的缘起啊、轮回等等、三界六道等等，全部都依然是属于世俗谛，都是一个幻象来的。但是呢，就是呢，当我们呢，可以从世俗谛进到去圣谛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种种啊，我们的颠倒见。同学，你看啊，因为呢，为什么这样子讲啊？其实这个是阿毗达摩里面有更明确的提到，就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活在这个世间，就比方是说，给、OK, 我觉得我是很实在的存在，那这个我实在的我的存在，就错觉以为这是个我是真实，但是呢，这个就是世俗谛来的。那么套上名字，OK，比方是说，OK，他叫天龙啊，这天龙这个名字，然后看到天龙这个人，这就是个世俗谛来的。那但是呢，天龙就是从这边烦恼就这边延伸开来。但是如果是你可以以禅定跟慧学的结合，进一步去发现到原来你是由心、心所、色组合而成的，那么会发现就是呢，原来天龙是个错觉，是个概念来的，是个世俗谛。即使是我这个外心你呀，依然是世俗谛来的。所以呢，就这个缘故呢，我们凡是看不到这个不能够更进一步体验涅槃的呢，都是算是无。所以大体上来说，我们是活在一个无明的世间。无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智慧被蒙蔽，所以看到不是这个真相。那唯有通过禅定结合，通过文思慧的结合。文思维的修辞，还有跟禅定结合之后，然后呢，内心产生禅定之光跟智慧之光，由这个去照破你这个身心，你得到的才是真正的真相。到最后，看到的、洞察到的，即是涅槃。所以其实刚刚那个世俗谛、圣谛哦，我想问一问同学啊，刚刚那一段世俗谛、圣谛啊，所以读的时候，你会有特别的反应，会觉得很高兴。会觉得哎，有读到一些真理的，请举手一下，有谁有这个感觉吗？思明，OK，细真，两位罢了，OK 啊，其实以前师父啊，每读到这一段都会非常的兴奋和高兴的，因为呢，他可以把一个真理啊，就是唯有佛学才可以把真理讲得那么的透彻啊，所以当初师父呢，也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呢，那时有看一些南传的著作。就特别以这个做 assignment 翻译世俗谛跟圣谛了，我觉得是非常的棒的哈。因为呢，从世俗谛到圣谛，就是阿毗达摩主要的一个修学过程来的。所以同学，你看一下他讲啊，依世俗谛见真谛，由虚妄见真实，重返入圣的法门。所以同学，我们是不需要离开这个世间，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要见到真谛，你要见到涅槃。就在你的五蕴就见到了的，所以不需要跑去哪里找啊。所以重返入圣呢，也就是从你的身心下手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呢，我们看到的一切，这社会啊、国家一切的纷乱苦难啊，都只是不跟真理相应的薄理现象。为什么呢？真理是无常、苦、无不断变化的。但是我们的国家、社会啊、现象大家都是希望它要永远永恒不变的。所以这个是跟真理违背，所以呢，我们治理的人一心一意要把国家治理好，但是没有想到有些东西是因缘到了，它会散开的，它会起承转合，它会生住异灭的。
所以就这个缘故，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真理哦，看不到无常苦无我真实的现象，看不到这个国家社会，到最后啊离不开这个五蕴身心，出现种种的现象，所以呢种种的颠倒啊就这样子来产生。所以呢佛陀教二谛啊，就是希望我们从俗那边啊，看到真正的般若，见到真谛那边，破掉无明，可以跟圣意相。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到这一边呢，好，那就让同学进行复述啊，今天的课还蛮。